亲戚没给付吗？96斤，咱俩也就两位数啊，没事你弄这么多果筐干嘛？你忘了明天你生日啊，我打算用这些果筐抓鱼给你爸30大寿。生日就生日嘛，什么大寿，这筐这么小怎么抓鱼？你不是有脑子吗？筐我拿回来了，你自己看着办。别想啦，做筐一阵抓鱼。你打算怎么做？这样叠起来啊，胶装进一口，筐连筐搞成一排，形成长炉，不就是很好的抓鱼工具吗？还是我没聪明。那好讲。我监控，你把第一口固定住。哎，算了，你先弄几斤鸡蛋回来。好嘞。吃吃吃吃吃。哇，鸡蛋回来了，市场小哥给的，这不用钱。小哥，下次别吃到烂了鸡蛋。哥，为什么？你不知道江湖险恶，走路小心一点。好。走了，快去快回。哥，你换新手机了，看着挺贵的呀。不贵，我这台拼价年年买，快就买到了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其实换新手机一点都不贵，我把用了2年的华为手机换端端 APP， 你收了1000多，1200就换了新的，而且下单后门都不用出，就能把手机给卖了，非常方便。你有闲置的手机和电脑，也赶紧去端端 APP 换钱吧。好嘞，来，走了。好，老妹上船。来了，小心点啊。好，上我的。没问题。在你的山坡上有两。公牛对母牛说爱拉不休，母牛对公牛说休不休。谁唱的？刚来了三仔哥。我还以为谁呢，你两个在干嘛？放牌框正抓鱼啊，来不？不是，刚打的我。你看他们过来啊，他过来你抓。好，那我走了，放完我也回家吃饭。拉上去吧，高边饭，我就抱着那个空饭。一件事吧，听你的。好，哎。哥，你知道我为什么在人群中就能一眼识到你吗？为什么？你回去慢慢想。来来来，快点放鸡蛋。送你，哥，全部放完了，明天早点过来收银，给办30大寿。走，看摁得住你没有？恩仔心情怎么样？刚中的条大的，给你看。好，这样看不行吗？拿起来看一下。哇！哎哎哎！我不是故意的。你不看不行吗？哎哎哎！我滚！哎呀！啊！哎呦！